下路不长记性，都忍了他这么多波了。 吓死我了！这把狗头我基本就放弃了。不对，这个可以8个刀出来了，蓝没了呀！哎呀，我看弹幕去了，我没注意这个人把我蓝给偷了，现在去他蓝稍微有点晚。 喜欢偷是吧？小腿给你打断了，再去上我们刷 buff 刺激。有时候你能不能跟他打架的话，挺看你的队友的。 你还在？哎，这吸血鬼直接跑了，可以。我刚才明明看他比拉格斯先来的，他怎么就……呵呵他估计贪兵了。这个人，他可能第一反应看这个凯隐被我追着打，他就不过来了。他其实第一时间过来的话还不好捡。上路这个线好啊，狗头没血，这鳄鱼肯定想杀他。 但是狗头有大鳄鱼，他秒不了他，鳄鱼没点蓝，开大敲他，先别上。这时候 EQ 插起来，跟他交易，这时候再 R 他知道了。这边有人，看到你了，可以啊，这凯隐，帮忙打红还送头，太好了，抓下路。 300块钱还不如一个蓝好，对吧？卖 AD 是吧？我先不交 EQ， 我要让他过来救 AD， 这个时候再 EQ， 他两个，知道吧？买一送一，一记 Q 闪，精准 K 头。 凯隐被打怕了，他主要是。 过来拉近他，我在了，顶住，坚持3秒。你以为在墙里我就捅不死你吗？他做个忍者学，说不定这波一个打2个了。 再来，买2送1，感觉可以杀他呀。 4连杀，这不就点上了吗？对不对？先加点攻速，多加点伤害，完美。将军，把赤兔牵来吧。 算了，人太多了，这波4个，不中。拉克斯他回不了多少血，他是二人得二血量高的人，他回的目标血量百分比。
大招盖，仙人指路，下路不长记性了，都整了他这么多波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什么神仙走位，一刀上天，拉过来，完蛋！哎呦，这还没换掉，大 ，nice， 够了。贪欲九的时候再来一个，还是不够稳。感觉待会儿这个鞋子还得卖了。鞋子卖了再换个绿叉就过了。没时间了呀，左边拉满助攻除外。